天坚持这样锻炼，记忆力提升了，预防老年痴呆，眼睛明亮了，双击屏幕收藏。每天坚持10分钟，双手都要做，抓了一周，三高降了好多，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吧。不要总吃药，每天100个胜过跑步1小时，大家跟着我做。这个动作清心火肺火，每天坚持锻炼5分钟，身体越来越健康。双击屏幕收藏。失眠多梦，搓揉食指的指根部位，这里是失眠多梦的反射点，点击屏幕收藏。发脾气掉发，大拇指点按中指第二关节处，每天坚持3到5分钟，双手都要做，双击屏幕收藏。电视和养肺，每天做这个动作5到10分钟，增强肺功能，能有效缓解胸闷气喘咳嗽的症状，双手都要做，双击屏幕收藏。教给女性啊一个保养方法，每天有时间推一推手腕，左右手来回推，坚持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自己啊变漂亮了。伸出手臂，握紧拳头，手腕用力向内回收，保持10秒放松。眼睛模糊看不清，一定要做这个动作，每天坚持5分钟，双手都要做，双击屏幕收藏。据说这个动作你能做到，你就是天选之子。首先伸出你的手掌，然后4个手指半张开，接下来伸出中指和无名指，然后向内。食物残渣存留、不良生活习惯、胃部疾病都会引起口臭、口苦、口酸。这个动作每天坚持100下，双击屏幕收藏。每天坚持这个动作，改善代谢功能，不要着急划走，双击屏幕收藏。是北京协和医院推出的大脑保健操，一共4个动作。一、双手5个手指依次对击敲印。二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拇指依次敲击该手的大拇指。三、双手5个手指交叉抱拳。四、双手5个手指依次伸出，再依次收回。坚持一段时间，你的记忆力会有惊人的提高。身体这样抓手指100下，每天这样抓手指，保护心脏，健康大脑，提高记忆力。双击屏幕收藏。保护心脏最有效的方法是翻手腕，每天坚持5分钟，双击屏幕收藏。坚持做这个动作，眼睛会越来越明亮，每天做100个滋养。